沙咀摩地道呢邊啊，香格里拉酒店。啊，今日特登出嚟，星期日啦，今日而家就五點幾鐘，出嚟睇下香港咩環境啦、啊。而家望落條街，嚇一下啊！啊，一路行過去重慶大廈。過去重慶大廈唱少少日元啊！啊，今日星期日，而家就未到五點鐘，出嚟睇下個市面情況啊！整體網絡條街都非常清靜啊！我哋沿摩地道行過去重慶大廈，出翻嚟津道去重慶大廈。喺紅磡搭 van 仔落嚟嘅時候，見到上邊就打排球啊，紅館就打排球。望落掃過幾條街啊，冇人嘅，金馬倫道啊，金巴利道啊。網內冇乜人嘅，啊過埋馬路先，整到啊嗰度，啊唔係個個上曬去啊嘛，摩地道呢條摩地道。我行到出去弥敦道口，再拍俾大家睇下。啊，行有面灯镜拍啊！啊，行有位面灯镜，日本美食街行啊！要緊貼香港的情況啊，多啲留港消費啊嘛！啊，整體條街就真係唔相信啊！尖沙咀啊，靜嘤嘤啊！哇！呢間華嫂冰室有啲人氣喎、啊，咁旺場嘅呢間嘢，哇！係自由行多啊，應該。摩牛摩啊！呢家係有啲人氣啊！黑門水產啊！呢間係食咩啊 ？Coffee shop 啊！呢條街成年幾冇行過嚟啦～M 十一，啊，缅甸台，啊，呢啲打卡位啊，真係冇曬香港人，唔係講笑啊！
啲宗數都唔至於剩成咁樣啊嘛，禮拜喎今日。阿蒲尖沙咀咁耐都未知呢條咩街，而家知啊！碧仙陶路啊，哇係！美麗都大廈，哇！有靚鋪租啊！啊，大把選擇啊！都有啲國際性嘅旅客啊！唔敢相信啊！星期日呢條街咁靜啊！真道啊！如果冇自由行啊，條街冇人嘅，肯定過重慶大廈，上翻少少日本紙，遲下衝出國際啊！唔知有冇人睇喎？我怕去日本拍鴉片，有冇人睇啊？留下言啦！啊，重慶大廈呢度就叫做有啲人氣啊！啊，嗰邊啊，旺翻啲啊！嗰邊啊，有啲人，差唔多嗰邊冇人啊！入去唱咗錢先，哇！呢間唱曬啊，聲唱曬啊，冇聲啊，冇聲句啊，睇下呢間有冇啊？啊，有一間啊，冇得唱啊，日本紙啊，去咗另外一間度唱，唱少少啊，唉，啊，依家入去重慶大廈揾啲咖喱食下先得。哇！落雨啊！落雨啊！啊，入去揾啲咖喱食下都好。喺香港幾十年都未入過重慶大廈食咖喱啊！哇！揾啲土炮咖喱食下。啊！嗰度有間。有裝修嘅，望下個價錢先。啊，呢度好多餐廳啊！講完置身另外一個角度啊！啊，呢間唔知先咩價咧？啊，依家食咩啊？咖喱，食就食咖喱噶啦，全部雞嚟嘅。Yeah. No beef. No beef. This Hindu restaurant, no beef. Oh, India. India. No India, beef. Nepal, no beef. Oh. Ah. 佢話印度永遠冇牛肉啊！佢話出邊嗰啲有牛肉嘅係巴基斯坦，啱我。啊，頭先見到有間唔錯噶，而家過去揾佢。啊！呢檔啊，beef 啊 ，very good, hot. This beef, ah, happily. Yes, I put this one. Ha, put. Okay, 蚊啊，一罐可樂$5 $5 Yes, $40總共40，試試佢。啊，啲狗土炮啊，印度大米啊，未食過啊，都係叮熱嘅啫。啊，喺香港幾廿年都未食過啊，純印度。嗯，
佢話印度同巴基斯坦冇分別啊，高級餐廳唔好去啊，去呢啲最地道嘅。我驚嗰啲飯硬個頭啊，唔要咁多飯。食嘢食味道啊，試下味道啊，啲土炮味道。都幾有特色啊，都幾辣下噶，啊，不過好腍，牛肉就好腍，啊，啊，哇，可以入嚟試下食喎，唔錯，40元，出邊冇得食噶啦，幾兜嘢啫，大佬，我唔要咁多飯，我要一半飯啊，我食得，我驚啲飯硬啊嘛。但食嗰啲飯都 OK 啊！唉，我食嘢先啊，唔講啊！啊，呢啲唔係薯仔啊，唔知咩嚟啊，煮到溶曬噶啦！牛肉份量都唔錯啊，不過啲汁多個頭咧，好似湯飯咁樣啊！下次你哋嚟食就叫佢唔好咁多汁啊！嚇、啊，多汁個頭啊！稍為鹹嗰啲咧都可以接受啊，四兜嘢咋啊！啲飯啊多汁個頭我唔食噶啦，牛肉冇問題啊，掂啊！嚇、啊，少啲汁我食曬啲飯，多汁個頭咧，都好多街坊幫襯噶呢度，牛肉冇問題啊，份量都好夠啊，好食啊！下次唔好食飯啊，食薄餅啊，嗰啲汁水有得控制啊嘛，係嘛？啊，40元，品嚐特色嘅風味。啊 ，Uncle Santa，Uncl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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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anta 係啊，40元，飽曬。落大雨啊，出邊。食完呢間，下次食第二間。唔夠冷氣啊！食咖喱啊，扎細啲啊，成身汗啊，辣啊！啊，啱啱打完一陣巨雨啊！過馬路兜個圈，跟住翻屋企瞓覺。哇！我諗冇曬油啊，香港人冇啊，冇喺呢條街度，香港人甚少香港人。啊，行咗條內街望一望啊，出到嚟就雨中拍攝，我話最中意噶啦。拍下啲雨傘啊嘛，幾多色彩先得嘅嚇？落到落到冇乜嘢行啊，行過一條啊！真係本地人啊，北上曬啊！元記餐廳牛雜牛腩，以前呢間就好多間啊，尖沙咀四五間啊，應該有，梗係好耐之前啦、啊。好啊，全部重建啊！呢度兩座樓都拆咗啊！馬出北海防道搭地鐵走啊！啊，頭先品嚐地道
咖喱風味啊！重慶大廈嘅牛，佢嗰啲牛腩啊冇問題啊，好有牛肉味添。食完咁多，不過就鹹咗啲啊！如果你食就食，食薄餅穩陣啊，可以控制啲汁啊嘛。啲飯咧，佢畢得太多汁落去啊，就鹹啊，所以就下次就唔食呢樣啦，就食嗰個薄餅。啊！呢度有間何富記喎，下次得閒出開嚟呢頭試下啦。啊！你琴晚啱我。我居然食咗唔得。啊！呢個咩啊？打卡位啊！整個打卡位你睇下。咩店啊？米奇老鼠專門店。開放到5-6 PM到拍嘢啦，最好啊，又唔會太黑，又有啲燈。我啊最中意呢個鐘數啊，星期六日啦，星期六日拍香港多啊。開放到。開放到地鐵站，啊！品嚐土炮咖喱呢條片，係咁先，拜拜。